钱真是太好赚了。三姐妹第一次办杂志就一天卖光，心一横，她们决定再印1000本。不过意外出现了，拿到市场售卖时，隔壁摊子上已经出现几乎一样的仿品。三姐妹的杂志叫明星装扮，这摊子上有明星时尚、明星衣橱、明星穿着，甚至还有直接把他们的名字前后颠倒的装扮明星，妥妥的抄袭，从名字到封面到内容几乎一样。更关键的，对方卖4块1本，他们的7块1本。书店老板说这很正常，卖的抢手就会被模仿，但对这娘四个来说简直断了活路。研究了半年，投了全部的钱，等于给抄袭者做了嫁衣，想着再做第二期弥补损失。肠子说道，我们最开始卖7块，没几天抄袭者4块的就出来了，买书的可不管原创与抄袭，反而觉得我们是卖高价的黑心商家，名声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必须换个路子，做得更专业一点。妹妹们说，但我们没钱了呀，这确实是个大问题。困难要么激发人的斗志，要么磨灭人的意志，显然肠子选了前者。他去原来的出版社寻求意见，这里不做女性杂志，给不了意见。肠子失落而回，突然前同事吴反田追出来，建议他去找几年前画插画的花山先生。肠子觉得花山这人性格古怪，并不是太想打交道。吴反田说道，花山曾是帝国报业的总编，业务能力十分出众，只是最近消沉了。这让肠子放下个人好恶，立马去找了花山。很吃惊，花山竟然看过他出的杂志，并且批得一无是处，文章和服装图片掺杂，主题不明，每页排版一样，毫无新意，纸质糟糕，翻两下都影响心情，谁会买你这破东西。花山喋喋不休地说了不下10个缺点，并拒绝肠子的请求。不过这更让肠子觉得花山是能助他一臂之力的，这样的人别说求一次，求10次他也不会放弃。另一边的花山也面临着经济困境，开着一家不挣钱的咖啡馆，这年代哪有人喝咖啡，可其他的花山又不会干。肠子找到咖啡店，再次被花山拒绝，但从店员这得知，花山之所以不从事出版行业，是因为战争时他写了太多口号标语，有无数人或许就是因为他的标语上了战场，他觉得害了人家。这边肠子思考着如何让花山回心转意，那边两个妹妹想着低价处理剩下的杂志，不懂黑市规则的两人被人要求交地皮费，一本没卖出还要交钱，姐妹俩既害怕又不情愿。幸好之前认识的中间人郑平出现，替他们解了围，规矩还是要遵守，郑平让他们收拾收拾快走吧。橘子求郑平想想办法，卖不出去就没钱办新杂志。仙女的请求郑平全力以赴，还真找到了便宜的合租摊位。橘子激动地一把抓起对方的手感谢，妹子好像看出了两人的问题。这边肠子第三次去找了花山，要了一杯咖啡，终于能和对方搭上话了。花山告诉他自己不会再提笔，笔如枪，字如弹，语言和文章有着可怕的力量，尤其在乱世。你知道燃烧弹吗？上面宣传燃烧弹不足为惧，心以为真的民众就想着扑灭燃烧弹引起的大火，事实上他们很多都被烧死。肠子站起身说道，但文字也能帮助人，我无论如何都想做一本能帮助女性的杂志。同样是乱世，他们没工作没钱，抢不到物资，但他们依然顽强地活着。说到激动处，肠子难以自持，表示下次还会再来，然后就出门了。夜晚花山翻了翻肠子的杂志，又看到妻子和女儿在他微薄的收入下连饭都吃不饱，他更深刻理解肠子所说的女性顽强地活着。新的一天，肠子第四次来，花山答应帮忙，不过他只提意见，暂时还不想提笔。另外他要在杂志收入中提一点的分成来养家糊口。有这句话，肠子信心满满的又上路了。